合国家体育日，吉隆坡市区有多条道路将在明天封路，禁止车辆通行。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鲁斯迪发文告指出，涉及的路段包括苏丹伊斯麦路、燕美路、半山巴、语文出版社路、金武山、马哈拉蕊路、汉都亚路、苏丹路、敦山班丹路、敦霹雳路和拿督翁交通圈。其余的路段包括拉惹劳务路、端姑阿都拉曼路、拉惹阿都拉路、金马路、比南利路、安邦路以及五级免登路。有关路段将会在明天的清晨五点到早上九点封路，禁止车辆通行。鲁斯迪促请民众配合在封路期间绕道而行，并呼吁公路使用者遵守交通规则。国家体育日是在2015年开始举行，之后定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办。